我怕被骂。没事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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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凡凡不哭不哭，娱乐百分百23的在 YouTube 播出最新一集《狼人杀》，女巫角凡凡在身上还有毒药和解药的情况下，自爆是女巫，第一轮就被狼王秋风者带出局，且一开始也没跳出来解救被杀的预言家大贺，事后非常自责，当场崩溃啦。